到面上摆出着现在正在采收大出的金蒜往来，阁有骨啦的即山区农会所推出来往来干，加即 iPhone 酱、往来酥、往来面、加即往来食胖丁。这是即回台南农产运销公司联合着山区农会来举办的联合出销所来准备的物件，要互民众一边在当来买够够。啊，即个去参观日本的东京食品店的，我感觉因日本人对咱的加工品非常有兴趣。所以呢，即个行销呢，我就不想讲，甲咱农会产品，比如咱新化农会有往来酥、往来干，会当透过即个媒体的报上呢，让大家知影即个物件。凤梨除了生果的行销之外，我嘛希望讲各国咱的产品会当向农产运销公司做位来行销。未来农产运销公司扮演的角色，就是向农会做合作。目前正入去的往来产销季节，台南农产运销公司为了稳定着往来的行销，特别来参考着东京食品店拍着团体一个模式，出来着往来山区的农会来举办联合促销，主要是网络平台会当订购着新个往来的阿之外，新华果菜市场二五二六两家嘛将有特别活动。啊，嘛希望讲，因为阮遮吼，咱新华果菜市场已经一并个观光市场啊。那拜六礼拜的部分啊，也是有连续假日的部分，我嘛希望农会来免费提供伊个空间来展示伊个产品，安尼会当互农会会加一个通路。除了伫因供销部有卖以外，阮个网站，也是讲拜到拜五吼，伫阮。我的自营店内底冇做行销员的商品。你这回春天望兔金钻往来联合展示行销，包括着新化农会、关庙农会、甲三上农会，咱来共齐参与。伊各组的名称主打商品嘛，咱有优惠好康。群农会的这一瓶 iPhone 酱啊，是用金钻十七号。然后跟农民收购进来做加工，然后我觉得说它不管是粥啊，或是烹调，或是煮凤梨苦瓜鸡汤，或是结合我们的鱼啊，像那个现在目前的龙胆石斑下去蒸，我觉得品味都非常的好。主食的特色是百分之百的凤梨原浆，然后里面加酱牛肉，不添加任何的香料，能够在南龙山文销公司甲贵龙会共同举行着记者会，宣布着这个贺康消息。台南农产表示说，希望透过联合促销，让民众当一个正到时往来，也可以帮往来开拓到更多销售机会。南天新闻台以上新华采访报道。